我在这节奏谁带出来的，他们都说他们都是打我，让我叫你东哥。不能这样叫，帅哥姐们，我还是叫老板好一点，因为本来就是老板。野花看着，对，一起看着的话也会花。这个公屏滚动速度太快了，家人们。嗯，对，我已经叫老板习惯了。对的，对的。公屏滚动的速度太快了，我近视看不清楚，只看到这个字夸夸夸的不停的、嗯、不停的不停的，对，不停的往上夸，眼睛都有点晕了，别晃的。老板，你答应我的，你要给我在这边给我找一份工作。那肯定没问题的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要不我去帮陈经理旁边那个阿姨养鸡算了，她养了好多鸡。看晕，对对。对，太多了。嗯。这根本看不过来，家人们。此时我感觉家人们比我们还兴奋紧张。没有下雪，帅哥姐们，没有下雪。当助理啊，我觉得当助理也行啊，家人们，我觉得当助理行。家人们觉得行不行？觉得行的，咱们把行打在公屏上。我觉得行，当助理行好啊，家人们。在这里我除了提包我啥都不会。哎，你看家人们都说行，我的天哪，这么多家人们说行啊。看不见你们心难受是吧？对，就这样，所以我们今天也还没有休息。昨天晚上特别是老板，他开了很久的车，然后我们就是跟叔叔们聊天，就怕你们担心嘛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来，家人们把赞点到50万，行不行？来，咱们直播间5000人，咱们把赞点到50万，行不行，家人们？嗯、行不行，帅哥姐们？今天开不开心？我回到了湖南，开心的话，我们把赞再点到50万。点到50万。对。把双倍点再点出来好不好，开心的话咱们直播间5000多个铁粉。嗯，来9万了，你看瞬间就9万了。对，瞬间就9万了。咱们好久没有一起点赞了啊，家人们，好久没有把双倍点再点出来了。帅哥姐，我们来500个家人们同时一起点赞，就有双倍点赞。对对，来看双倍点赞出来了，来、嗯、一起加把油，点到100万，点到100万，帅哥姐们，点到50万吧。对，点50万，点50万吧。我们天天看着你就开心，谢谢谢谢。直接100万，瞬间直接100万吗，家人们？100万是50万，叔叔们说了算，好不好？哇，这速度好快啊。谢谢谢谢你们的支持，谢谢谢谢。26万了，27万了，28万了，29万，平均一秒钟一万，好快呀、啊、嗯，好快呀、啊、天哪，一秒钟一万，如果把双倍点再点出来的话更快，一秒钟2万。嗯，来，家人们一起再加把油。对，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，感谢家人们的点赞。对，36万，点到50万就可以了，帅哥姐们，点100万也太累了，很多帅都说点到100万都是太累了哦。
点到五十万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哇，双倍点赞又出来了。48万。对。来，没有点关注的家人们，咱们把关注点上；没有加粉丝灯牌的家人们，咱们把粉丝灯牌点亮。嗯。所有八级、九级的粉丝灯牌成员，啊，我会过年的时候给家人们准备一个礼物。都会给家人们准备。哇哦！所有八级九级的60万了，帅哥姐们，好，所有八级九级的都会给家人们准备点礼物。嗯。妹妹在外边，没点亮灯牌的家人们，咱们把灯牌点亮一下。她会不会找情姐姐去了，我妹？你现在你妹妹离不开陈经理了，他刚刚都说去找陈经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唉，陈经理也是有魅力哦，把你妹妹迷得什么神魂颠倒，都改变了一个人。我都给他说了，我说感谢家人们的点赞。你不要这样对陈经理的，他不听。咱们没有点亮灯牌的家人们，咱们把灯牌点亮一下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手都点忙了，谢谢谢谢你们的支持，谢谢帅哥姐们，谢谢。100万了没有，帅哥姐们？100万了没有？73万了，我也快到100万了，太给力了，帅哥姐们，你们太支持我们了，谢谢谢谢你们支持，谢谢。点亮了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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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有加入粉丝团的，谢谢。哇，今天的公屏滚动这么快。对，我也觉得他们都不打字都很快啊、哦。今天公屏滚动好快啊，天哪。嗯，头好晕。80万点赞了，80万点赞了，帅哥姐们，快到100万了。对，发言人多，哇，这个公屏速度太快了，家人们。嗯。阿紫不会让家人们失望的，家人们，且放心。嗯，对。阿紫很优秀的，家人们。家人们那么支持我，我也会去努力去加油的，帅哥姐们，去学习努力加油，不让家人们失望，好不好？来，没点亮灯牌的家人们，咱们把灯牌点亮一下。谢谢点亮灯牌，谢谢。你说咱们来到湖南了，那个帅哥还捣乱吗？应该不会捣乱了吧，家人们，你说我们都到湖南了，你说帅哥还会不会捣乱？姐姐，你3级啊！冰糖橙还是什么？好多家人问那个。冰糖橙吗？是冰糖橙吗？不知道。上次那个也卖了1000多单了、哦，冰糖车啊、哦，给家人们分享了1000多单。对。对，各自安好。冰糖车，有时间给家人们上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
今天不上了吧？今天不给家人们上什么什么？今天什么都不上。今天什么都不就聊聊天，给家人们汇报一下，就是咱们已经到了。嗯，对。给家人们汇报一下，我们已经到这边了，开了15个小时的车。对。啊，我状态不好，家人们，因为没睡好觉，家人们。我们现在看公屏上的那个字母都是画的很快，头晕眼花的感觉。对，头晕。嗯。都还没看完，就老是滑上去的。我现在看着这个公屏，头特别晕。对。平时没这样子哦。嗯。平时没有这样子。平时没有那么快，家人们，平时没有那么快。是快的问题还是我们？太快了。头有问题。今天家人们滚屏的速度也特别快。15个小时啊，家人们。没休息好的问题吗？对，没休息，可能没休息好。没事，我们多跟家人们聊会儿天，好不好？嗯，对。没事，帅哥姐们，我们聊一会儿天，没事，不用担心，没事。我们想跟你们聊天，想跟你们聊天，睡不着。对，家人们想看到你。休息，睡不着。就像叔叔们每次问我担心睡不着一样，3-4点的时候，我们也想跟你们聊天，就睡不着啊。对对，马上要过年了。过年之前要挣一点钱，好好上班，好好加油。回家的时候给奶奶他们买一点衣服呀，冬天的衣服、鞋子呀，对不对？要乖乖的是吧？好的，好的。下播休息吧，没事没事，帅哥姐们没事。那次给老板唱歌，唱歌就不用了吧，帅哥姐们。过年过节回大连山吗？要回啊，帅哥姐们要回，因为就过年的时候放假嘛，放假的时候回一下，然后平时就好好工作。